全世界排名第二名的成绩。你比那个哈少远红太多了。对啊，小调皮。她不但是呢啦啦队的电眼女神哦，她还是我们中华队的国手哎，这么厉害，国手非常厉害。她曾经代表台湾呢参加世界啦啦队的锦标赛，这么正啊！不要被她的甜美的外表了给欺骗了。我今天要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我跟他爹导游。现在就让我们欢迎啦啦队的电眼女神千瑞。千瑞，你现在是哪一支哦？哪一支啦啦队？直男的，领航员。领航员，啦啦队，有这么可爱的女生？哦，加油啦！你的骨头够能 Q 吗？可以的，可以哈。这是第一号，我们的千瑞，欢迎我们最熟悉的好朋友，拉 Good Ten Girls 里面的一位成员了。来啦！他学习国标舞呢，已经长达十几年的时间了。真的，而且他曾经到意大利呢去接受培训。意大利。他最好的成绩拿到什么你知道吗？全世界排名第二名的成绩哎，国标也跳到全世界排二，那也太厉害了吧。我们的女神熊妮，熊妮，哇哇 Let's go 熊妮。哎呦哎呦，还没告诉你对不起我爱你，哎呦，没有你我无法呼吸，是现代舞吗？哎呦，对对对，现代舞，厉害厉害，熊妮越来越有女人味。对对，而且熊妮一出来了，气势就对，非常的好。那会跳舞的人呢，对自己的肢体有很大的自信心。对，嗯，好，加油，尽量比软 Q 就看你了啊。OK， 欢迎熊妮。好的，接着下来这位谁？好，这一位呢是最近哦在新闻上热搜爆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在球场上他被拍到站在哈校园旁边，很巨大。然后他旁边干嘛呢？就是摆出呢很无辜的小狗眼神，泪眼汪汪的，然后就被热搜出来的。他是现在人气最高的台皮英雄小调皮，软萌女神 Yummy， 欢迎 Yummy。Because you're mine, yeah.
You better stop the things you do. I tell you I ain't lying. I ain't lying. You know you stand up, but you're running around. 也是拼了。You know better.也是现代舞嘛，对，现代舞，嗯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比那个哈少远红太多了，对啊，小调皮，哎，为什么看到他没看到？看到他是 size 大只，所以他今天没来，对，他那时候顺利干掉了啊，为什么要这样看他？那天打架。是吗？真的吗？就是那一次啊，两队就冲出来要干架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那哈少远不敢冲。因为他痛风，对，他有讲原因啊，真的，他有讲原因说为什么不冲，因为我痛风啊，而且我也干嘛他也冲出去，不好意思叫他冲啊。OK OK， 就在那里啊，结果你就躲在他后面，一下就红了吗？厉害厉害，欢迎你，今天比赛是比超软 Q， 好好加油一下，好吧？谢谢 Yummy， 接下来是谁？接下来这位呢是来自 Luxy Girl 的俄罗斯美女哦，她最近呢因为在球场上面怎么样怎么样，一张一字马的照片哦爆红了哦，就是她，对，就是她，那个一字马，人家罚球了，对对对，用屁股去干扰一字马了，嗯，俄罗斯人间芭比娜塔莉亚，哟，娜塔莉亚。约他去喝个下午喝咖啡，就是他想约，所以我们没有一起，我一起，大家一起拜一种一起，哎，他刚讲一起啊，用咖啡 ，OK， 不面试，呀呀 ，Yes a glass， 他说好，哎呀呀，可是如果这两位男士其中只能选一位喝，要选哪一位喝吗？对对对对 ，OK， one go。情有独钟，我们就是祝福人家嘛。好，那有机会请你喝咖啡。没有 ，OK 吗？连你也拒绝我？不会。哦 ，OK。他只是看起来永远很为难。对。好吧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